来来来，我啥？现在让他去装电看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雪了。新疆的葡萄果的，现在这个五个，这个马奶子看不出来，必须长熟了以后成。它好像很慢，要等到差不多两三个月，要等到。因为这边是遮阴嘛，现在才有到太阳。对，早上很一般，所以这边是壮。